เฮ้ยไรโอ้也是加100块，是他是吃到饱，牛排跟这个扇贝都是吃到饱。哇，那它是我们的热眼部位，所以它油脂分布比较均匀。超肥的、哇，超肥的，哇，你刚刚好上面一颗，下面又煮汤汁。哇哇，你看它的头里面也是一堆肉哎，真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德瑞克。这一次大胃王吃到饱系列来到这个烧肉界的常青树拍摄，店内还在用那种很少见的纯炭火烤炉，让烧烤增加一种炭香味。而且这一次我们吃的菜单呢、是每个人加100块就能有野生龙虾可以吃。店家还很搞刚哦，他帮你把龙虾两吃偷拿去煮汤，身体烤来给你吃。再来的话还有这个超大热眼牛排，随便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。还有这种墨西哥起司卷猪肉这种创意料理，跟各种的这种冷藏牛啊，还有各类的海鲜，超新鲜的，全部都无限量吃到饱，根本是大胃王的天堂啊！然后我们的频道又是什么？不最贵的不吃。总其实我是第一次来吃。好了，这一次的话，我们来到了这一间是在新庄中正路上的这个烧肉。其实我是第一次来吃。其实我是第一次来吃烧肉，我以前没有来吃过烧肉。他是我知道他是吃到饱，但是我知道他开很久，应该算是烧肉界的常青树，但是一直没来吃过。他这一间的话是在新庄区中正路280号的烧肉，哦，他评价很高哎，他是4.5颗星，然后还有2572则评论，我的评论超高。然后这一间蛮大间的，他是两个店面打通。蛮棒的，等下来吃吃看哦。因为这一次还是来吃吃到饱主题。那我们刚才进来看它的菜单，现在有599、799跟999。那我们的频道又是什么？不最贵的不吃。999的话，我刚才问他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加100升级，然后他就是说，还我们刚才讲的这个999，就是你一个人加100块，你就可以选择扇贝吃到饱。沙朗牛排吃到饱，手背虾，然后野生的龙虾，波士顿龙虾，这三等虾是只能一个啦，因为我这个吃到饱，他应该亏死。所以我觉得我就会选牛排吃到饱，然后你应该是选龙虾，而且其实还好，我五个人就每个都选一个。对，好，等一下来吃，介绍一下。哇，是九孔嫩鲍鱼，然后炭烤生蚝。那中间的龙虾的话，就是波士顿龙虾、台美野生龙虾跟手臂虾。OK， 还有我们自烧干贝、天使龙虾跟孔雀贝，还有蓝钻虾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哇，超猛的，我吃。可以，来，哇，这个就是你加100块就有一只。各种各选一个手臂虾，然后波士顿龙虾跟野生虾，然后还有鲍鱼，然后我底下这个牛排也是加100块，是它是吃到饱，牛排跟这个扇贝都是吃到饱，然后超划算，超划算，真的超划算的。我觉得算了啦，我们频道每次都是哪一次不是吃最狂的？哇，这很重，这真的超重。虾会一虾两吃，一虾两吃是哪两吃？它头的话，我们会煮味噌汤，哦，牛排会切下来。OK， 哦，这是我们的烧烤牛小排。好。它本身有泡我们特殊的酱汁哦，会先将骨头去掉，然后单独烤。这个是基本上每一桌如果是有特殊的肉，你们都会建议说先帮你们，就是跟示范一次这样。不是因为我们拿相机，所以才帮我们用。没有没有。啊，这感觉就应该蛮嫩的，期待这个。嗯，不用沾酱，它本身那个酱就已经渗入到里面，因为它第一次已经烤过，所以它已经有点那个酱汁加上那个木炭的那个烧焦的香味有在里面，你都很好喝，而且它刚才很贴心耶，它骨头旁边的还故意帮你烤一点，有一点那个什么，也让看得到嘛，焦焦的。哇，这个也是吃到饱金牌双料，而且这个肉看起来就不是普通的肉哦，这感觉是那种冷藏的很漂亮的肉哎，哇塞！那它是我们的热眼部位，所以它油脂分布比较均匀。哇，我的牛排要来了！这个牌子牛排，你有看到那个肉吗？
然后他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个撒盐，撒盐，玫瑰盐。好了，不要玩了，不要玩了，不要玩。油亮油亮的，这样拍得到吗？油亮油亮。这是一个来自金庄的烤牛排。还有，而且那个旁边那个油脂马上爆出出来。而且我本来以为，因为我之前在新竹有吃过吃到饱的牛排，它的肉是干硬，它的是嫩的。”嗯，干嘛？我还在介绍，你就看，很少现在有看到这种菜，很多人都是弄那种瓦斯炉的，它很多那个菜香就是差很多。然后你的手臂虾来了，我们特别情商店员帮你烤，这是专属的手臂虾。哦，对，我们现在只有一只，所以我们要保，我们要珍贵，你知道吗？哇哇！变色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换汤。哦，哇，它中间还有膏啊。我刚才看到它翻来翻去，我一直想到就是巴黎铁塔翻过来又倒过去。哇，你的独臂虾来了，来了，你吃你吃。我觉得我一口吃应该会烫伤。我觉得会烫伤哦，你吹一下，你吹一下。哇哟，哎，你咬了以后感觉好像没咬啊，它还是那么大只。野生龙虾汤。煮味噌，哇，赞呢 ！OK， 哇，你看他帮我们都先头煮汤，然后身体会帮你切好过来，等一下烤。你把那个身体放中间，哇，哇，你看他的头里面也是一堆肉哎，真的，满的，哎呀，满满的都是肉啊！的龙虾，麻烦了，很壮实，看起来超赞的。有没有冒烟吗？好赞啊！龙虾，我要吃你了。嗯。哦，怎么样？龙虾，我先咬一下。嗯，超弹的感觉。嗯。哦。哇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不要帮你拍，我也要吃啊。等一下，我真的好好吃哦，非常的扎实，不输刚才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手臂虾。哇，而且加一点盐就超好吃了。嗯，而且你咬下去了，它都还会喷汁，它不是烤的干干的。如果我觉得是因为靠它烤，那我们自己烤的话，应该变成那个叫虾干的。烟熏猪培根配的是这个，嗯，好特别哦，墨西哥卷饼加 cheese。很少有吃到饱东西，每一个都这么搞干的。尤其是千丝的砍切，所以是这个是菲力牛排，对，菲力牛比较瘦肉的部位，但是肉质最嫩。对，沾奶油，哦，这是一个来自又来玩，哇，完全不一样。一口下去，第一口下去是全部都是奶油香，然后后面就是菲力本身的肉质就是。瘦肉多，油脂很少，但是它是很软嫩。菲力的牛肉味非常重。欸，如果这样全部吃起来，我觉得菲力是可以吃最多的，因为最不腻。我觉得预算够真的是点999那种加100的，真的超划算。那个龙虾跟那个牛排吃到饱很赞。那如果你本身对龙虾还好的，我会推荐你599就超赞的啊。如果想要吃海鲜，才点799。欸，先生，你一直玩火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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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哦，哇，你今晚无处发泄。哇，好大颗哦，好肥啊！哇，超肥嘞！哇，你刚刚好上面一颗，下面又煮汤汁。我看这个汤，我小了。哦，哇，它每个扇贝都超大的，而且里面的汁都好多。哇。我的妈呀，对啊，好，哇，它的生蚝也是很肥耶，对啊。哇，这个肥肠啊，但发现还有一个地方超贴心，它不止那个桌边会帮你服务，像烤这个什么牡蛎啊，因为它那个牡蛎那个壳如果太热它会爆开，然后它都会贴心去提醒客人说，如果你烤那个牡蛎5分钟之内没有打开的话，
赶快跟他们讲，他们会本身帮我们再换新的牡蛎来，防止它爆开的时候会伤到你。哇，超贴心的。好了，今天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账单。那我们的话总共是五个人，有一个人没有入境哈。五个人的话，一个人是999加100，然后我看一下，他有加一层服务费，所以总共是6045，所以等于说一个人差不多110-120左右，1200左右，我觉得算 OK。那如果你本身没有要吃那么多那种龙虾这种高档的海鲜的话，它普通的599就很赞，这一间推荐给大家。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吃，我对它印象还蛮好，真的还不错。好，这一间我来给一个总结，我第一次来吃烧肉粽，我对它印象非常好。第一个就是它的牛肉类跟猪肉类都非常好吃，像刚才我吃的松板猪很厚很好吃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金牌的安格斯牛也非常不错。然后如果是你点999这个加100块就有超大的那个牛排吃到饱，那个牛排的肉是嫩的，它不会是因为是吃到饱它就给你是那种吃起来很干的，它是嫩的很好吃。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它的干贝跟它的鲍鱼很 Q 啊，超 Q 的。那龙虾就不用讲，龙虾它很搞刚，它帮你头是拿去煮汤，然后那个味噌汤超级甜，然后身体的部分就是让你直接自己去烤。那刚刚他吃的那叫什么？你看啊，每次都忘记啊，手臂虾，手臂虾非常的赞。那龙虾本身的肉质好就已经没话说了，可是龙虾的部分它是加100块只有一只，它不是龙虾吃到饱，但是牛排那个才是吃到饱。那我觉得很适合的是，我看很多家庭客，然后很多小孩子都有来，所以基本上它应该是599-799是最受欢迎的。但是如果是你像我们这种喜欢不贵的，不最贵的不吃，就吃999最高的评分级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评级至少有4.5颗星。我刚才看到它旁边还有这个，那个叫什么？啊，对，我们现在是12月，那个春节尾牙季它也有，而且它是12个人就一个人免费，那人很多的时候很容易啊，12个人24个人就2人免费，这样依序下去，蛮适合，真的蛮适合那个，因为你公司随便来都是10几20个。那等一下还有一个甜点，它甜点特别是那叫什么布朗尼跟那个年糕，等一下来叫他弄给我们看一看。哇哦，甜点很少看到还有布朗尼配那个叫什么年糕的。